自己觉得我这两年来是有成长的。两年后的花花也比两年前要再厉害一些。哦，说句好骄傲，点亮脆弱的玩笑，走吧，走吧，别随便歌颂。哦，拉开了双拳，瞄准沸腾的时间，走吧，走吧。より親睦、仲良く日本と中国と人と人みんなが音楽を通して知道，我还是我，我还是会做大家想听的东西。我开始想，你倒是把想听变成在身上。我曾骄傲。我不想要再是四年前那个看起来有点胆怯的女孩。回归到歌手这样的舞台，我希望有更多的勇敢的状态。歌手就是学生时代到如今的一个执念。会向更多不知道我的人去介绍我是谁。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被奇袭了。奇袭？什么意思？奇袭歌手会在任意一位线上歌手演唱过程中发动一 v 一的挑战。会不会怕吗？我没有在怕了。如果来的话就应战。要是我，我就奇袭米西亚。奇袭我吧！只要奇袭歌手奇袭成功，则意味着我们的在线歌手两场相加排在最末的那位，肯定就会离开。我是华晨宇，萧敬腾，米西亚，徐佳莹，袁娅维，周深，赵薇，我来了。